要不要吃薯条？嗯，有薯条。我要等下转移话题。我不要到这里，我不要到这里。你手肘要洗洗啊，我们怎么去洗手肘？洗手肘。来，去洗手肘，回家要洗手肘。我这么黏的气。做啊。你做了，我帮你搓了。你看，太大根了。我放手，就跟你说了放手。哦，好。是。咬一口，要不要吃肉肉？我想吃这个肉肉。这个好不好？红色的肉肉。这个是银色的肉肉。什么猪皮的？舒服的，对，我觉得很舒服。嗯，我想，我想，尝一尝。那个我呀，我先。啊，那个我呀，那个我呀。有辣吗？没有辣。有好吃吗？你们两个是怎样？我们都没吃。对啊，你们刚刚没吃哦。他中了选了呀。我不要点了。刚才不是有这是海鲜的、啊。熏鸡啊。哦。你不是点熏鸡？熏鸡就太鸡肉了。哇，你们刚刚出去根本没有吃嘛。刚刚骑到路上还两个都得有睡着。跟你讲，准备要睡觉。好了。那你要睡觉吗？